有个观众啊，他在微博上说，发现个新电视剧，里边有个男演员是我喜欢的类型，电视剧需要付费观看，所以就花了28块钱充了会员。这部电视剧一共40集，第二集呢，这个男主角就死了，这个心塞呀。所以这个大家说，如果要看电视剧要充钱的话，一定要慢一点，千万不要第二集就看一集就这个充钱，因为这个你喜欢的男主很有可能第二集就死掉了，就挂掉了，后面的集数里面跟他没关系，所以这都是一种套路。现在网络的网络剧网络电影给你看6分钟免费是吧，免费看完之后那就要花钱了，那前面6分钟都拍得非常的棒，非常精彩，挺好的，好，花了钱，后面就开始水了，就什么都不是了。所以这个演戏拍戏啊，真的不是一个简单钱的事儿，钱都让你们挣走了，但是诚意呢，诚信呢，你们的文艺创作呢，这些东西都掉了一地呀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。